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安宇。中秋节就要到了，提醒各位赶紧去买月饼。今天我将接受腾讯看点发起的明星中秋挑战赛，挑战在一分钟之内画出我心中的中秋节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中秋节一定要有一个圆圆的月亮，这是一个月亮哈。然后我觉得中秋节就是要合家团圆，需要有一个大大的房子。怎么画彩灯呢？就这样吧。对，上面有很多的灯笼，对吧？这个是灯笼啊。还要吃这个月饼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月饼呢，它比较具体，所以呢，它就包含在我们这个房子里面，好吧？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心目中的中秋节了，需要大家去体悟。这不是灯笼吗？这不是灯笼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画工就是这样子，大家见谅哈。中秋快乐！祝大家中秋快乐。希望今天的挑战能给大家带来欢乐，祝大家中秋快乐，幸福美满。